丢一下垃圾。没，垃圾桶。在那。记错位置。差点又要把它丢下去。没有，在在。姜的味道。我刚居然找不到你。我不是在那吗？没有，我没走到那边。我刚才走到 Starbucks， 然后你说你要去买咖啡吗？然后走过去，结果你也没有去。你一定是没有走过来，所以你被挡到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我被挡到，是你被挡到。哦，我被挡到。我没有被挡到。OK。我现在找你。好。我觉得我们一天可能要喝一杯咖啡。对。他今天有特大杯，买一送一，因为有本账号。对。就上次很扯，他有一个九折的，就他也没帮他用那张券。对。因为一般来说，他都会说，哎，那你有买一送一券，今天要使用吗？要做兑换吗？或者，哎，你今天有商品九折优惠，你要做兑换吗？之类的，就都没有。然后重点是那个人态度还很差，就在我们家这个，是一个没有看过一个人比较年长的一个女的，嗯，就是之前都没有看过，她是打八五折那天还是什么的，嗯，有一天有优惠，然后他们很多订单，可能是她来支援的吧，嗯，口气超差的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做什么，我们都不要讲，我觉得常常很多人讲啊服务业怎么样嘛，我不要讲什么服务业，我觉得。做人态度就不用那么差吧。对啊，就什么业都无所谓了，真的。那你账号开了吗？是不是在我口袋？你帮我推门。我这一只口袋我放那个账单要小心。好，交给我拿。本日冰本日、哦、去冰，然后帮我们。对，大杯。就是买一送一。不用有。没有，不用摇，你点这个，我就喜欢。对，谢谢。高配。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啊！因为这离我们家最近啊，都这么坎坷啊。对啊，等一下我就要跟他讲一下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要跟他讲那个装那个绿绿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是你要用绿绿的？你不用纸袋吗？不用纸袋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就是比较方便。那个不是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小心台阶。帮我转这个，我先把这一瓶喝了，等下可以资源回收。好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去测那个桑巴迪啊，我觉得我的那个，英巴迪啊，真的很恶心，然后每次一直讲那种变态话，然后乱讲，随便英文就是有边读边没边凑中间，然后就是自己乱念。英巴迪没关系，都你这样子。英巴迪跟正好，我现在跟正英巴迪好，就是我的那个基础代谢其实也有下降，所以会随着年纪增长就下降。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测好像是190，其实我觉得那也不一定参考啦，但是我看了很多的那些，就人
很多的那些健身的人去讲的，然后我也看了很多那个，就是比如说你一天的肉量，刚刚那个教练讲说一公斤是一克，对不对？他说我66就是66克，可是其实我看的不是这样，就是他讲的没有错，他讲的是最大众的，对，大众的就是一克到1.2-1.5，可是我从你的就是曾经的功，因为他不知道你的曾经，就从我们知道你曾经的这个运动量，然后我去推断，对，我觉得你大概一公斤的肌肉需要2克，对，所以至少要吃160，对，今天你都还不足。就是蛋白质，那一片排骨应该才30克，哦，会不会？确定有30克吗？不确定，还是油脂占了30%？我去丢一下这个。没有，等下到门口就有了。哦，门口有，哦，对对对，我忘记。我觉得现在很。干嘛？我要尿个尿。我们先。那要走那边吗？走那边。从这边再走，那边有点多。没问题。我觉得今天算是比较在调整姿势的方面啦。对，可是我认为调整姿势很重要。对，他这上面写什么6000元是什么意思？有那卖眼镜的好像有什么特殊，你也知道我需要换眼镜一下。对啊。什么东西？满1990折200，3990折500，这是全部吗？用普发，不是，没有普发就是现金啊，他没有。4990，对啊，4990最多折700。然后他这个还有，这个家乐福的这个，家乐福还有这个再送50。对啊，他可以累积吗？每月回馈上限500元，单笔最高50，所以就整50。哦，对。然后如果是满这个还可以打9折。家乐福联名卡，我们有，就长这一张。那我可以看一下那个，我帮他拍一下。应该要买一部，这个我都觉得。还是我爸可以。我那个没什么缘分的爸爸，他回来了。哎，其实也很久没看过他了。我怕我都有，每次我都很担心我认不出他。应该不会。真的吗？会吗？我也会担心，同样的啊，我会担心的是代表说，我会担心我认不得别人，我会担心我爸会不会认不得我啊，就是有会不会有可能有一天是就是擦身而过，然后就觉得哎，这个人很像，还是有认识，还是也不是，哎，是不是走这边啊？哦，可以啊。对，好，我就这样，好伤心哦，哈。伤心吗？就是原本应该是很熟悉的人，就像陌生人一样。没关系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。其实每次讲没关系，其实都是伤心的安慰，对，都很有关系。但是嘴巴会想讲的不在乎，这样感觉比较潇洒。啊，悲伤。对，感觉好悲伤，潇洒的好悲伤。就是人生中如果太多没关系的话，其实就是，唉，好吧。要不要我拿一下那个？好，对，拿一下。那你去尿呗，你小心哦，小心那推车车。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吧。5元。天哪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等一下，我先。哦，对不起。不是炫耀，不是。我先展示。分享。这是那个，我刚原本想到他的样子很就是柔软吗？蓬松，这怎么讲？就是他是有点，这怎么说？怎么形容呢？反正我就喜欢这样绿绿的，对，这样。绿绿大大，厚度的，对。然后想说它是什么？它居然是鱼腥草。鱼腥草是那个折耳根吗？好像是折耳根。比较好像，是就是。对，很开心。这样我就有折耳根可以吃哎。可是折耳根是它的根啊，因为我看他们都是那个土块，然后把它扒开，里面就是折耳根。
我从来没有吃过折耳根，还是我有吃过，但我不知道，可能那个味道应该很难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吃过，所以我不知道那味道怎么样。镜头没了，很开心。Nice， 对，啊，很喜欢，很开心。嗯，那我们就回去各自上工啦。嗯，今天的这个影片就结束啦。结束，拜拜，拜拜。